对，是你拿过去。西方国家是点白蜡烛，是和平的，就是比较。晚上睡觉前他要把假牙拔下来，他泡在那个塑胶碗里面，他泡一个晚上。
隔天早上他就很厉害了，他可以边刷牙边吹口哨。怎么刷？他就拿在手上刷，他嘴巴还可以吹口哨。你看，你们可以边刷牙边吹口哨吗？他可以哦。但是那天因为还没吃早餐就出发，牙齿还没有用到，不行的。后刚才上车我们嘞，啊，不然到机场哈，上了飞机，糟糕，没有带牙齿啊，随便让他讲，只能喝牛奶啊。有些老外的航空公司还不会讲中文呢，牛奶也不会讲，只要用笔的牛奶把不。后来不是有一些性骚扰那个是因为语言不通了哈，不是故意的。我们这团应该没什么假牙吧？7:57。好，确定都 OK 哈，那我们就。即便哦，你再想到我也不可能再回来拿了哈，顶多看有没有下一团领队回来。但是目前我们已经有人调东西了哈，调在那个前一家旅馆福来堡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是苦主举手。好，目前他说还没找到，因为你调的地方很隐秘，去打扫的那个 housekeeper 也不一定会看到，所以我有提醒他那个地方，请他再去检查一下哈，因为他藏在电视机后面。他说不能讲出来，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什么东西。你以为是 Playboy 啊？不是啦。好，还好，所以那是第二份备份的，反正已经通知出去了哈。他今天会主动打电话告诉我有没有找到哈。所以你看其他人，不要说真的三十几个人，偶尔一两个人掉东西这是有可能，所以不要怪我每天早上那么啰嗦。这个真的啊，你每天提醒还会有人掉过吧？有去过吧？你们发现光我们那个欧洲的语言那几种每一种都不一样哈、哦。那曾经有个西班牙国王哈、哦，他会欧洲各种语言，那人家就很好奇，他会那么多国语言，那平常都什么时候用？他说哈、哦，我如果跟好朋友聊天，我会用意大利文，因为哈、哦、比较轻快。Bonjour，德文在说客气话，一定在说谎，因为德文一点都不客气。Good morning， 有没有？哦，跟刚刚讲 Bonjour 那个感觉是不是不一样？哦。所以你看，欧洲你不要小看了，就这么大，哎，每一国语言啊，那个听起来感觉完全差了108000。不过哈、哦，德文再怎么难听哦，还赢一国，给你猜哪一国？在欧洲，荷兰。荷兰话的早安，你听一下，它叫做 Goedemorgen， 来讲一遍。还要含一口痰才像哦，因为它有那个喉音 Goedemorgen。头几天了噻。牛仔裤哦，个时间结束，我也未，我都要继续去啊，经过一间店啊，啊，他们家学校孙女学校开学要注册，要缴学杂费，但是呢，因为不能刷卡嘛，所以就把摩托车停好，安全帽拔下来。但是台北市空气污染还会带一个什么？忘了拔。进了银行，虽然小姐服务态度不错，我上口罩吼，就问你今仔要来领钱，要来寄钱哦，我要来领钱，我做孙学校开学，伊讲袂使刷卡，我无问题吼。但是我上，如果你若要领钱，你爱脱口罩哦。啊，领钱都爱脱口罩，无我都忘记同我规定，我都袂使领哦。哦，这空调到这来，啊，当然口罩脱了，不知道遭啥嘞，你知道吗？让小姐是讲啥，我要上里面领钱，你爱脱啥，把口罩拔下来，不然她以为你要干嘛？埃及西到伊比利半岛，葡萄牙北到现在的英国、德国，整个地中海变成龙边喝酒，喝完酒还继续开车，哎，职业驾驶罪加一等，哎，马上警笛一鸣，把他当场拦截下来，要开他罚单，行走。后来他就加足油门就绕跑了，后来警察再度把他拦下来，你现在照相。啊、你不叫我行照，我叫你行照退出来，你就要死了，你不能丢。第一天跟他酒醉驾车，第二天跟不服取缔驾车逃逸。但是他私底下的生活习惯不太好，回到家里有时候衣服裤子丢到洗衣机，连看检查都没有检查，裤子里面总有一些东西吧，口袋什么卫生纸啦，好行照驾照，他忘了拿出来，随着洗衣机洗，但那个字都看不清楚了，嘎嘎机用空白清楚了。还好他姓林，双木林，笔画比较少，隐约还看得出来是姓林，但后面两个字已经看不清楚了。但是罚单可不可以写林先生？要连名带姓嘛，不然谁认账啊？但是后面两个字已经看不清楚，警察有点不耐烦了、啊，他就开始问你林啥？哎，你讲、哦、我叫林小威呢？无啦，我是问你叫啥？啊，我叫大长，我叫大长甲老能呢？按法大讲，什么是拿输唔加输？拉斯维加斯哈，赌城哈，那输唔加输，叫输大大，撸大撸输哇哈。那当然，一般也会迪斯奈乐园哈，但是因为他们那团全团都是银发族，都比较年纪长的哈，那去进香团了、啊。结果呢，
导游还不错哦，苦口婆心说：“哦，欧巴桑，大家好，今天哦来个美国飞行机，飞十二点钟来个接哦。啊，那今天是要去佚佗迪士尼乐园哦。我跟您讲哦，啊，迪士尼乐园哦是叫做一票到底，啥叫一票到底？就一张票入面个内底哈，你不管玩几样，就是只要一张票。啊，你若入面拢无得算，嘛赶快来开白折机，因为票价一样，所以无算怕算哦。尤其迪士尼乐园每次都玩不完，为什么？不是说里面有多好玩，而是人很多要排队哦。跟他哦，杨妹妹。”尤其呢，越好玩越刺激的人越多，特别是里面最刺激是哪一个？搞不好有人做过，叫做太空山，有没有做？水体水水水贼哦，要去哦，一票到底哦，无胜无退钱哦。好，啊，你要去哦？好啦好啦，啊，你要去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大家拢要去嘛？问着都问着都只脱口罩诶嘛？林太太，啊，大家拢要去，你要去啊？哈，你拢去啊？剩我一个，无要再好啦，对恁来哦，我要规团去个遐，我行个冰车。知道计程车驾驶时间就是金钱，他没有时间跟人家慢慢排，所以他想赶快吼，硬着头皮去找一个人比较光，你讲慢慢吧。哦，听讲 X 光迄电压唔知偌强咧，而且我有听人讲啊，照迄 X 光照了会未生，你是几岁？你不够生，就简单三秒钟就解决啦，是不是啊？你内底我外口给你看计程车好了，来准备。好了好了，真的给电压唔知偌强咧，就不敢来得哦。那护士长来准备一杯酒哈，一、二、三，照，一直冲出来。啊，无你是走出来创啥？你唔叫我走，哇、哦，失败点来个就准备一杯酒哈，一、二、三，照，一直佫冲出来。连续迄七八张拢是跑步的动作。要知道，欧洲进入了500年的黑暗时代。不过，随着到了11世纪，教宗发起了几次的十字军东征，哈，虽然在战争上面没有太大的斩获，不过却间接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。东西方不只有文化的交流，还有贸易的兴起。很多人呢，虽然不是贵族，不过做生意的人因为赚了钱，学习贵。1492年，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，请问现在会有美国这个国家吗？如果现在没有美国这个国家，后来会有爱迪生吗？啊，如果没有爱迪生，后来会发明电灯泡吗？也许会，但是可能要隔了几百年，另外一个人发明。啊，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发明电灯泡，人类还过着点油灯坐马车的生活，即便你拥有家财万贯，想要来欧洲玩哦，你顶多只能坐着600年前郑和下西洋那种宝船，目前才刚航行经过马六甲海峡，你有可能那么快来到欧洲吧？你有可能坐了波音747，还是坐了吼空中巴士？上了船之后，船上就有厕所，而且你越早上，你下一段就要撑越久哦。所以现在反正出来才，这个不到一个钟头吧哈、哦，所以其实还好，上了船再上，会时间比较刚好了。关东会在恁底下放久的时间哈、哦，你这有当时啊哈，你讲食饭慢一点钟之后，小可滋腰子就好啊。啊啦哈，留咧记得是，我讲这个真的会逼死一条好汉的。OK， 我们已经正式离开瑞士了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back to Germany。好，不多远，我们就即将到达一个地方，叫做康斯坦茨哈。那我们即将到那个码头去等船，因为船是所谓的渡轮哈。渡轮呢有大有小，如果你在那个海边搭渡轮，要过海峡的，像有人说去过加拿大，从温哥华坐过，那个是大型的，那个好多台游览车可以上去的。那我们过的这个只是湖泊而已哈，所以只能算是中小型的渡轮。后来欧洲就引发了宗教战争，有没有哈？从1618年打到1648年，30年又叫做30年战争。战争过后，基督教当然就哈跟天主教分道扬镳。而这现在的天主教就是当年本来是腐败的旧教，后来他决定改革哦，废除了一些比较不好的制度，包括什么宗教法庭，有听过？可以把任何一个女人莫名其妙判为妖女啊，好像圣女贞德就被判为妖女。昨天是这里吗？我们没有来过这里的。再来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赎罪券？就是一个人犯了错，你要到教会里面去花钱买赎罪券，那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。你可以想象，这个就是教会在那个旧城广场看到一个胡斯雕塑的叫做的纪念雕像。哦，有了。去过布拉格，在那个老城广场天文钟旁边那个广场啊，哦，那个教授就讲的就是那个人啊，那个人就死在这里，康斯坦茨哦。那我们现在要从这边的康斯坦茨哈、哦、上船之后，要开到湖的对岸的另外一个小城市叫梅尔斯堡哦。说实在，这个湖是大波登湖，但是漂亮吗？还好，我个人认为，因为越大的东西其实未必看起来越美，因为它看起来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看起来像个海一样。
啊，也比较看不到我们昨天坐火车那种翡翠绿的那种湖的颜色，就比较 normal 一点哈。不过因为这个湖很大，算是号称中欧第一大湖啊，湖水的面积大概是台北市的两倍大，哦，就台北市包括阳明山这样加起来哦，是台北市的两倍大，超过400多平方公里。而且它是三国的界湖，哦，北边德国，南边瑞士，东边有塞，哦，这个字就是湖泊的意思，哦，否则你要沿着湖边绕大圈绕到对面去更花时间，哦，所以坐渡轮直接穿越，因为它是南北不宽东西很长，哦，所以呢直接从南边坐到北边，哦，这个切过去很快的，长得像一条小黄瓜的形状，哦，平放这样子。待会假设我们车子一上船之后停好，哦，车门一打开你就可以下车，然后从右手边的楼梯走上去，哦，到二楼就有 WC，哦，再上去三楼就有咖啡厅以及那个，哦，周围都有观景的那个座椅，可以坐在那边拍个几张照，哦啊，如果上车前，哦，一定要上完厕所才回来，哦，所以你就心里有准备，大概上船之后，哦，船大概开15分钟就到了，哦，所以你上厕所的时间自己要抓好，哦，那他如果你上到楼上去除了室内喝咖啡，哦，外面拍照的地方算户外，所以可能还是要穿外套，哦，这件穿了就够了。金瑞士也 有一部分是属于阿尔卑斯山，不过即便最高的阿尔卑，应该说德国最高的山楚格峰海拔也不过2964公尺，不到3000哦。德国没有3000公尺的山哦，而且德国的地形哦，北低南高哦，从侧面看起来像一个斜坡哦，这德国的地形哦，剖面图的话哦，啊，所以南边的景观会比较接近瑞士、奥地利哦，所以市场上有个行程叫德瑞奥，有没有哦？就绕着阿尔卑斯山在走的，就是因为这附近的景观比较类似。啊，德国北部就比较没有高山哦，那边就很，但是南北是比较窄的哦。那代表码头应该快到了哦。反正没有上船之前，我们就留在车上哦，因为要看几点的 ferry， 那个每天不一定一样哦，看礼拜几。已经有人车子在那边等了哦。Millsburg， 我们要坐到对面那个叫 Millsburg 哦。那边山坡地种了好多葡萄，所以波登湖的湖边，也是很多葡萄园，哦，葡萄酒的产地，哦，你们我们的船就前面那种，哦，说大不大，但是车子上去还没问题，哦，你现在可以看到对岸吧，真的不远，哦，因为我们要切这个，当然坐船当然是选择最短的哈，最近的，它不会去东西那个太长了，因为它是狭长型的湖泊，啊，南北倒是不宽，可是虽然不宽，哎，切过去总比你绕一圈过去快很多。目前我看到那个时间是写9:20的，只是看它几点让我们上去哈。反正淡淡的车开入去了，旁边下车哦，从旁边的楼梯上去就可以看到 WC 了哦。